过三间房里就吃就听就好食。不过今年嘅三月起时，中国不准进口过后，农民出售辛苦卖老番薯桶。第二波个行情站中心出发现内卖房里做攻击反桶，当地企业都非常嘅热心来支持。两下电信个起涨之前，讲到二级过后，开始动心猛改了三级科技公司买改日反金风力，送去到南投市过上乡。除了围楼辛苦改风是银山，也送本杀去韩国村派公司两个单位来感谢大家对日前期间的付出。对南投民间乡做来往里，几头拉古做花一万斤，投入太热时节送到国新乡，用公送人也买了摊板，同时算有几多箱。来到往里还有最 M 国家区上好生意科技公司研究，行政院主铺办公室买合促成六百个见证发通。辛辛苦苦挣来往来，无人买买，这是做真可惜的一件代志啦。所以我就讲。想到讲啊，那无咱来民，咱企业来发起来去帮这农民买往来。我们农产品呢总是有淡旺季，那所以我们这次在采购的时候，有特别是在旺季的时候，就是来采购，就希望那个价格不要下跌，能够促进农民的权益。迎接疫情期间，除了天气先进妇女节等辛苦，各地卫生所人员同村办公室、社区发展协会等单位做好三忙天数做防疫。所以，台北乡公所我同列到往里做好送出去，感谢大家的付出。各乡乡除了村长，还有159个连长，啊，还有16个社区，底部有13个社区有做长辈共餐呢，拢会得到三粒四粒安尼个红利。啊，我们除了给医护人员、村长、邻长之外，总是在这段期间辛苦的朋友可以相互来分享。行政院主铺办公室讲，爱台湾支持农民往里研究同工业建政发通，系到五月的时发起个。迎接日前三级警戒，所以特别等到攻击了后将来判。除了表态对农民的支持，还要同乡亲分享有机的国产农产品。看看新闻的彭琪南投报道。